就是我自己在拿一个可能食物或者是什么的，然后被他去合成了，就是情趣用品，他就把它就换成了情趣用品，对，柱状类的。然后我想说，这个也太合的也太天衣无缝了。今年几岁？啊，我今年几岁？我76年次，这样是几岁？年纪其实让你看起来有妆没妆是差不多，你也很青春嘛。我就是脸会有点垂啊，然后有点泛黄，该有的瑕疵还是会有。对啊，就是我们常讲话，嘴边肉就会有一点垂。不会想做一些玻尿酸啊，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能最后还是会走到那一步。会接受吗？愿意？为什么不？看他有没有那个代言找上我，有代言找上我，我就说。代言找上我，我就会说我有做。要接一些活动商品啊，商业的。哦，对啊，宝贝。有没有说什么东西，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试？可能你知道情趣商品就不行啊。哦，我要讲情趣用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不久前啊被盗用，就是我自己在拿一个可能食物或者是什么的，然后被他去合成了，就是情趣用品，他就把它就换成了情趣用品，对，柱状类的。然后我想说，这个也太合的也太天衣无缝了。那是我们的那个同事看到，然后传给我，他们说我们其实一直在讨论说要不要传给你，因为怕我伤心。我说这个怎么会伤心？你要付原始网址给我，然后我们去告他求偿啊。然后他们就找，发现找不到了，就很可惜，不然就可以请大家吃鸡排。哎，卫生棉很棒啊，卫生棉有什么不好？女生有月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，大家不要羞于去看妇产科，有问题马上就医。我冻卵啊，对啊，30岁那一年的生日礼物。最近会有喜讯吗？最近不会。对，明年有可能。会先有后悔吗？可能不会，不应该不会。对，爸爸，我要考虑爸爸的身体状况，怕爸爸受不了冲击。所以现在是要往好的方向走。对，没有什么变化，希望。从 BMW 一路疾驶而去。还是你换劳斯莱斯？没有，就是 BMW 偶尔开开家里的车。也算有幸福了吧？对啊，当然呢，不幸福也不能演弄出来给大家看。